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个是山椒，现在已经黄了，把它拆开。啊，蜜蜂啦。那今天这个香蕉、山椒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这个是水分太多了。它裂开，水去渗到这个有一点算坏掉了，它没有裂，刚裂开那个没有，这个裂比较久。